那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滚滚高手》，我是林玉凯。哦，那我们今天先预告一下，今天的节目呢，不是三点的 live 哦，以往都是三点 live， 今天不是 live 哦，我们是在上午的时间录的，所以等一下你可能看到我们的画面，会看到这个股票跟指数持续的跳动。那因为今天下午呢，我要去参加一个这个投资的论坛哦，这时间比较长一点点，所以今天节目我们需要提前做录制。那盘后的文章可能也会暂停一次哦，先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哦。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嘛，就是我还是不断的想要截取更多的，不论是资讯也好，知识也好，我认为好还要更好，才能为我们团队创造更大的效益。所以各位还没有加入我们 LINE 跟 Telegram 的朋友，赶快加入。好 ，Telegram Win 88888，Win 88888，很多很有用的资讯，包含我们的黄金买点，包含我们的个股分享，好吧，我们都会放在这个地方。还有 LINE 小老鼠 Win 16888 at Win 16888。那这个 LINE 呢，除了可以得到我们的资讯之外，也可以在线上跟我们的研究团队做一对一的线上互动。你有任何的持股问题，有操作上的疑难杂症，都欢迎你，好不好？随时。丢个留言，丢个贴图给我们。YouTube 频道林玉凯分析师也欢迎帮我们按赞、订阅以及分享。好，那昨天有人跟我讲，他说，报章媒体说的没错，清明过后果然变盘。台股一回来第一天跌103点嘛，昨天又跌了343点。可是我觉得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正视听。因为其实清明之前呢，我告诉你，报章媒体的给你统计数据是这个样子，后五天上涨几率 57%， 后十天上涨几率 43%， 所以他认为清明后会变盘，他就只单单因为这个数据。那请问你，那这边有 57% 怎么说？而且我已经讲过了，除非你可以看到它是出现一面倒八成九成以上的这种数据，否则这种 57%43% 五成，坦白讲在一半一半嘛，跟寡杯跟丢铜板一样，这统计数据有意义吗？有意义可言吗？那连假过后台股的下跌是因为清明变盘吗？是因为节气？是因为没有扫墓？因为纸钱烧不够多吗？不是嘛，各位不要为了下跌找理由，其实简简单单两个原因，意乱情迷，阴魂不散。什么叫意乱情迷？我不知道跟你谈感情，疫情的意乱情迷。昨天为什么跌300多点？因为昨天300多个确诊，吓死人，对不对？好久没有这种数字了，真的好久。那新闻又不断的恐吓你嘛，高峰还没到，高峰还没到。其实很容易去直接联想到去年的五月份，当时也是怎么样，很恐慌嘛，每天四五百、五六百个确诊病例。那你会觉得现在行情已经很惨淡了，可是你去回想一下，回想一下去年的五月，当时日子是比现在更难过好几倍啊，我不夸张，真的是好几倍。这街上呢冷冷清清，宛如什么阴湿路，一片死城，人心惶惶。而且当时大家是自发性的不敢出门，是真的不敢出门。可是在股票市场当中呢，惨淡的日子只维持了11个交易日。你现在觉得好像当时应该是很惨很惨很惨，可是没有诶，还真的是没有你所想的那么惨。各位，去年五月疫情二度爆发之后，最惨淡的时间只维持了11天。我们就当作他这边开始起跌好不好，5月3号 ,1,2,3,4,5, 还一度反弹哦 ,6,7,8,9,10,11, 到5月17号 ,15159 点最低点。最低点。从5月17号过后，台股仿佛吃了类固醇，一路往上狂飙不回头。可是你去对照一下去年五月的疫情变化，五月十七号疫情的高峰过了吗？确诊数高峰过了吗？其实没有哎，其实没有哎。那台股在涨什么？台股在涨什么？我必须告诉你，股市是反映未来，可是人永远只活在当下。你的生命可以活在当下，我很赞成。可是股市你的feel 啊，不能只活在当下。其实去年呢，我有曾经针对疫情做过很深入的研究，你可以去看我去年五月的节目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假设昨天确诊100例，今天200例，明天300例，你会不会认为现在疫情是扩张进行式，扩张 ING？ 你肯定点头如捣蒜嘛，你感觉一定是这个样子嘛。可是事实上不见得是这个样子哦，
不见得是这个样子。我要提供给你的是医学的角度，是公卫的角度。今天你看到的确诊者这么多，一百个、两百个，表示他是在过去一到两个礼拜接触过感染源，因此被框列，甚至出现症状之后去采检，才被定义为确诊的。所以就医学的角度，就公卫的角度，昨天一百例，今天两百例，明天三百例，只能说明在一到两个礼拜之前，疫情感染状况是往上走的，它是在说明过去的一到两个礼拜。好，甚至今天哦，假设什么要再做普筛的话，数量一定会大量爆出来。可是这是代表说现在的感染状况是高峰吗？其实不见得，它有可能一个礼拜前、两个礼拜前已经到高峰了，只是说现在才被普筛出来而已。而且你记不记得去年，卫福部为了要让民众不要这么恐慌，还提出了一个专有名词，叫做校正回归。校正回归其实就是为了规避这种过于恐慌的情节发生。我要告诉你，有些是校正回归的数字，不是全然是现阶段的新增。去年不是这个样子吗？那我们回过头来看，现在的疫情的确没有去年五月严重。我相信至少到今天为止你是可以认同的。那么现在大家对于疫情也没有去年五月那么恐慌。因为已经是那个嘛，冷饭热炒了嘛。从2020年、2021年一路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，大家已经很习惯跟病毒共存了。甚至我问我身边的朋友，有些人都想说，哎呦，干脆得一得算了啊，反正就免疫了嘛。不是吗？现在也开始在提倡说，是不是真的要与病毒共存？大家开始不要戴口罩，不要怎么样，回归正常生活嘛。群体感染就免疫了嘛。那抗疫也很有经验的，大家都知道说我要如何防范了。那再加上说呢，疫苗也打了，疫苗都打了嘛。是第三剂的这个比例还不够高，可是一二剂的比例已经算很高了。那去年的台股只用了11天就起死回生，你认为今年呢？我大胆估计不需要一半的时间就能够起死回生。不需要一半的时间。那至于阴魂不散怎么办？阴魂不散当然指的是联准会很鹰派的这种态度。他现在可能针对通膨呢会有一个比较激进的作为。那昨天也讲过这个部分其实还轮不到你来伤脑筋。现在拜登是焦头烂额，套卡莫得修。其实不只是拜登啦，我相信鲍尔也是。联准会不去，鲍尔也是。我紧缩也不是，不紧缩也不是，升息也不是，不升息也不是，怎样进退都两难。可是无论如何他也知道美股不能崩，因为美股一崩，其中选举的选情就崩了。因此吃了秤砣铁了心，也会先盯到其中选举后再说吧。各位好不好，台股始终还有一层隐忧了，我帮你点出来。这层隐忧是什么？外资已经连续三天大卖了，这会是一个警讯吗？下半段回来继续看看，休息一下。他们觉得我是老 Coco 糖，他们觉得我会晕晕的，没有，这里痒痒那边痛痛，都交给你的好朋友万应白花油。轻轻一抹微笑，万应白花油。摩尔坚持用心选股，从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及大盘，摩尔坚持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，从研究川普到风尘仆仆，追踪基本面到深夜吃泡面，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，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。唯有摩尔，名闻遐迩，欢迎来电0800668085，0800来来帮你帮我。啊嚏！多加莫啉滚水真好，那加优乐安更加好。感冒若较重，爱用加强液。三支护刷条优乐安。做兄弟的无咧惊，有义气，有信心，一定扛得了。表叔爷，不如跟着我，包你发畅快小明万倍大奖，孟加拉超强连线喷金币，包你发娱乐城。走了，我们去看瀑布了。我头痛，你们去吧。小妹，你怎么不吃止痛药呢？听说吃止痛药会有很多副作用。听别人说，不如听专业的说。我推荐普拿疼。
它温和有效，而且24小时排出体外不残留。我推荐给家人，也推荐给你。虎拿藤专业认可，温和有效。爆米花周年庆，广州商店 BMW 下载爆米花，我请假啦。饥饿团队每年最期待的就是主持人准备的春酒，遇到疫情2年没办，所以这次我们准备了饥饿春酒，谁来买单争夺赛，我已经订好明天的晚上的了。还订好了？酒像是凹的，你这是土匪啊！不敢生气哦，大哥哥应该不会生气吧？如果4个人结盟，会不会太狠了一点？五洲生医维他命 EC 口含锭，饥饿游戏。你的女儿，你自己保护，不管怎么样都要保护自己的孩子，因为你是妈妈。不管怎么样都要保护自己的孩子，因为你是妈妈。姐，少年姐，姐，这是这几天跟拍罗爱娇小姐的照片。这是在做什么？是秀梅小姐，对不起，我到现在才认出你。周日晚间10点至12点 ，Penthouse 上流社会。这两天有网友跟我说啊，你不准啊，不是说外资要回笼挺台股了吗？各位，我有说错吗？3月18号我是怎么跟你说的？来，标题我直接这样下哦：3月上半关股护盘，3月下半外资抬轿。3月下半，什么叫3月下半？你用4月3个交易日的买卖超状况来质疑我，安内干丢，好不好？各位，外资直到3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，哎，各位都还在买超台股，哎，直到3月最后一天、最后2天都还在买超台股，哎，你光看4月这样对吗？我已经讲了，3月的下半外资来抬轿，他没有抬吗？各位，你看一下。这边买一买，加一加，也好几百亿耶！整个三月下半月也买了好几百亿，不是吗？它是4月份才开始连续卖超的嘛。哦，可是同一时间，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：投信竟然偷偷摸摸的连6买。当然 ，OK，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哎呀，这个之前也连续36买啊，那又怎么样？台股也涨不上去啊。其实关于这一点哦，我宁可这么说。台股市还没涨上去哦，还没有涨上去而已。那的确，投信前一波买了很多，真的买了很多，买超天数、买超金额都是历史第一。无奈天公不作买哦，仗还在打，疫情又升温，联准会呢又动不动放炮。可是投信有因此而走人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哦，很多人很紧张哦，穷紧张说哦，投信开始大卖了，也就一天大卖而已啊。也就一天卖个18亿而已，后面2亿1亿，这个叫大卖吗？卖个3天20出头亿，买了800多亿，卖了20出头亿，马上又回来买了。投信有走人吗？他的大部位根本还在里面嘛，800多亿还在里面嘛。接着呢，这6个交易日继续加码。那到底他在盘算什么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第一季的季底做账有没有拼到？显然的被外部环境所影响，他没有拼到。他的目标很简单嘛，很明确，他要拼第二季的作账。你去思考一个问题，投信800多亿都敢跟你这样拼了，你怕什么？要怕什么？哦，800亿我都敢跟你拼，你要怕什么？哦，各位，我再提醒你一次哦，2021年的行情叫做锦上添花，好还能更好，涨停之后可以继续涨停，创新高之后还有继续创新高。可是在2022年请你颠覆你的心态与思维，因为在2022年的机会往往总在大跌时浮现，至少2月以来都是如此。因此从年后开始，我只专注做2件事，黄金买点和核心持股。哦，黄金买点和核心持股，这是我们从2月开红盘之后我们很专注来做的2件事情，我们每天节目上也都环绕这个题材在走。我心目中浩气长存的已故伟大武术家李小龙先生曾经说过，我不怕练过10000种踢法的人，我只怕将10000种踢法练过10000次的人。这什么意思？哦，你花拳绣腿，你学了很多东西，可是你个个不精，这个没有用的，不如我就把一种招式练好，我练个10000次，那威力就不简单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专心做好一件事就是这么有威力。二月的时候呢，其实很多网友哦，甚至
啊，散户好不好？甚至是分析师，他是很不屑什么叫做黄金买点这种东西的。他们觉得赚8%、10%、15%哦，甚至多一点点20%太少哦，他觉得太少，因为别的财经节目、别的投顾节目，动不动就是要赚1倍、2倍。所以我之前不是跟你分享过吗？我们二月份哦，真的业绩之惨淡啊，因为大家都觉得说，哎，我跟你赚个5%、8%干嘛？我跟你赚个10%、15%干嘛？我要跟别人去赚那种1倍、2倍的、一个月后，这些散户都后悔了，连这些分析师都开始学我哦，打游击、打太跑、短线操作哦，买黑不买红，诸如此类的。因为他们知道现阶段的行情根本不允许你去怎么赚1倍、赚2倍。可是我早在二月初开完红盘回来，我就告诉你这件事。接着呢，我不只告诉你，我还一档一档实践给你看。二月份我们一起承接的黄金买点，那些你所错过的黄金买点，泰硕、反甲、东哥游艇、茂联、宇龙、全新、建顺店，一路到达买，哪一档我没有公开分享过？二月份676元的价差，236%的涨幅空间，哪一档没有分享过？三月份又是泰硕，又是达曼，又是东哥游艇，大成刚创为博智，哦，三月第一波464元的价差，260%的涨幅空间，哪一档没有分享过？三月尾声7档，东哥游艇、康舒、泰硕、宇龙、金硕，哪一档没有分享过？这边又一个50%，黄金买点是马不停蹄啊，行情越不好，黄金买点越多，我一档一档公开分享，公开时间给你看。过去的丰功伟业，今天就不提了，好吧？今天唯一我们就带一档就好了，宇龙，因为他今天都还在创新高。黄金买点，各位，季线黄金买点，季线黄金买点，这边短暂跌破季线，可是你会发现，它的起始点是一样的，它的基准点是一样的，今天直接拉起来创新高。宇龙的部分，好不好？今天最强势的股票，那过去这些股票你已经错过了，我们也就不提了。市场上还有哪些新的机会呢？连假的最后一天，我们分享过4档股票嘛。昨天我说过2385群光，这边跌一趴，我宁可先给它停损掉。可是其他几档呢？大成钢至少昨天它有先创新高再说嘛，今天也是小涨的格局。2457的飞鸿，昨天虽然是拉长黑 K 回来，我说没有关系，它只是正好回测这个黄金买点而已，暂时不急。所罗门昨天直接打到跌停板，这更加不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我的资讯当中，在我连假最后一天所分享的资讯当中，我讲得很清楚明白，这是第一波的黄金买点而已，那表示会有第二波嘛，不是吗？好不好？所以所罗门的部分，昨天也欢迎你来做一个询问。那可是呢，6104的创维我已经讲过了，我提醒过你哦，千万小心。昨天的节目上我已经提醒过你，千万小心哦。今天直接二话不说再次破底，因为我说过它的营收虽然很漂亮，三月营收是创历史次高的哦，跟历史前高只差大概1000万左右。可是我告诉过你，没有创新高就是没有。我节目上公开预测是会创新高，可是没有就没有，历史次高都不是新高，是我对不起各位嘛。所以昨天我跟各位致歉，可至少我的掌握度还是90%以上哦，不是说今天我觉得它会创新高，结果创新低哦，这样就没有道理了哦。至少我们虽不中亦不远矣，可是呢，我们坚持做对的事情。三月营收已经没有所想的这么好，那四月营收我们又已知的确实是衰退的，那么宁可没有赚也要先走人，不要恋战，先把风险降下来再说。既然已经没有展望，就不需要抱着。所以我昨天在节目上讲得很清楚，不需恋战，先降低风险，宁可没赚钱，创维先出一趟再说。好，只是对节目上的这个粉丝观众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得到我们及时的出场讯息，所以比较抱歉一点点。好，那昨天都有跟你们分享过了。那另外机会哦，好不好？昨天有讲过连斩投控，昨天说过过往月线是它的支撑哦，撑月线是它的黄金买点，首度跌破季线之后，直接来到季线哦，首度遇到季线，有机会短线上强弹一波，所以我有说过，短线可以进场把握一下哦。那今天目前看来表现也不差哦，还有上涨3%左右。其实类似你可以去用均线哦，诸如此类的方法去简单的抓黄金买点的股票，还有。哦，德维前几天讲过嘛，德维还很强嘛，昨天还在创新高嘛，
德维车用二极体哦，所以呢连带的我们来看看鹏程也是不错，是不是刚好来到我们这个所谓的双线买点，季线月线做一个重叠交叉，创高之后做一个拉回，其实这个部分很漂亮，这个价位很漂亮，825鹏程黄金买点。那同样是讲到二极体的，再看一档台半哦，台半其实离均线还有一小段位置，可是呢哦，如果我们再把这个格局拉大一点，你会发现哦，你从这个地方高点拉过来这里哦，有没有，它其实是回撤到前坡高点的位置，同一时间季线啊，更正月线准备再向上，所以在这个位置的支撑效果哦，也会慢慢的出来显现出来。不过同样我们丑话说在前面，资讯仅供参考，资讯仅供参考，资讯分享仅供参考，该哪里进哪里出你不要来问我，因为这个是会员权益，其实哪里出场该不该停损该不该停利我没有责任义务公开分享，有时候真的就是一个责任感而已。好像昨天我就特别开放你，因为看我节目而去买进所罗门买进华通买进创维的朋友，你可以来问我后续应该如何操作。可如果说你手上明明就没有这些股票，或者说你是上个月买的两个月前买的半年前买的你手上根本没有的，你是来问爽的好不好，拜托你要来乱好不好，我们是要集中时间服务真的需要的人，集中资源跟时间去服务这些真的需要的人。那还有几位网友来好不好，来一样 LINE 敲我，直接就要答案，好来你就告诉我应该怎么做，你直接线上讲快点。各位我说过请你留下你的大名电话，我没有欠你好不好，我没有欠你，这是免费服务，线上同时几百个人在问，你不照规矩来，我就以别人为优先，好吧？话讲在前面了。来，最后核心持股2314的台阳，昨天公布营收了，三月营收 3.89 亿，月增率38%，创14个月新高，够漂亮吧？可是我告诉你，还不够漂亮。其实，在分享台阳的时候，当时他还在盖排骨的时候，我已经预告过，他的营收是要三倍跳的。所以未来半年之内你会看到单月至少要7亿，至少要7亿，现在才 3.89 亿还不够哦，还不够，还有空间。那另外呢认证通过的盖牌股哦，这档也盖好久了，3XX2，各位不得了啊，今天一开盘直接大涨 6% 以上，再度创下新高。你可以看哦，前几天台股在震荡的时候它几乎没跌哦，创新高创新高，回档一天，今天继续创新高。我说过认证通过这个题材是非常非常大的，我说它没涨完就是没涨完、哦、至少它基本面的利多根本都还没反应完、哦、根本都还没有反应完、哦、那当然现在很快的又周末了、哦、又到周末了，这里先预祝各位周末愉快。其实各位我真的希望你要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，2022年机会往往与最烂的行情共存、哦、机会往往与最烂的行情共存。而且各位你可以注意一件事情哦，台股呢今天、哦、到目前我们录影的当下有涨很多吗？并没有，86点而已。礼拜三跌103点，昨天跌343点。你只要妥善的运用这两天，今天不用涨多少，涨89点，你会发现已经有股票可以开始获利了。已经可以开始获利了。所以各位，机会往往与最烂的行情共存。连续大跌两天过后，难道不是机会大量浮现的时候吗？我可以告诉你。的确是，所以礼拜三你应该买股票，昨天你应该买股票，今天你更应该买股票，好不好？再一次跟你重温一下，不论是我们的核心持股，不论是我们的黄金买点，你总是要敢，敢才会有。那些年我们一起接的股票，那些年你错过的黄金买点，你会发现最大量出现的时间都是在2月24号、2月22号，甚至是3月7号、8号、3月的15号、16号。以及三月的28号，机会往往与最烂的行情共存。二月的机会出现在长黑跌破季线的时候，哦，二月的机会出现在长黑破底的时候，三月的机会出现这里、这里以及呢这里创高又回撤月线的这个地方。所以各位记住我讲的话，2022年。机会往往与最烂的行情共存，那么清明过后又杀一波下来，这难道不是最烂的行情吗？所以各位，同样的，你有任何操作上的疑难杂症，
你有任何持股方面的问题，你想抓住现阶段的机会，或者你认为现阶段的行情你实在看不懂，但是你又很想赚钱，你急于找到一个获利的方法，或者你过去的方法去年很适用，今年一夕之间全部都不适用了，找到我，加入我，关注我，好不好？我们的 Telegram win 88888啊，我们很多的资讯都会在这个地方跟各位做一个公开的分享，包含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持股的分享，有时候会有一些黄金卖点的分享，都会在这个地方跟各位做教学。那 LINE at win 16888小老鼠 win 16888，这个 LINE 除了可以接收资讯、接收我们每天的节目之外，我也会把每天的盘后文章做一个汇整。那当然今天有可能就没有办法了，因为今天下午要参加一个研讨会。那可是呢，除了可以接收资讯之外，你也可以透过 LINE 在线上跟我们一对一的进行线上的互动、线上的咨询，持股问题、操作问题都可以做线上咨询。你加入之后你就丢个贴图给我，跟我问声好、早安、哈喽都可以，好不好？我们会热情的回复。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林玉凯分析师，欢迎帮我们按赞、订阅以及分享。如果说你是刚认识我，你不相信说到底黄金买点、合金持股有没有这么强，没有关系，透过假日两天、周休日时间，你去验证看看吧。再次祝各位周末愉快，我们明天见啊，跟着下周见，拜拜。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